18日，李静蕾转发白兔报警博并配文，请把警察联系方式给我，我提供证据，谢谢。这是正面锤了。年前李静蕾长文中提到王力宏出轨，女生发关于王力宏的 ins 叫王力宏红红，随后有网友发现白兔妹妹玉米曾经发 ins 称王力宏为红红。